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大家看我手上这个箱子呢，知道我前一阵收到来自 Sakuni 的一个 Ceiling， 那是两双鞋子，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鞋款。对于复古跑鞋不了解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不太熟悉 Sakuni 这个品牌啊。那其实它的历史还蛮悠久的，它成立于189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那当时他们工厂旁边有条河，那条河的名字就叫 Sakuni。 不过当时公司的名字并不叫做 Sakuni。 在70-80年代之后呢，他们有开始做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包括签约一些马拉松的选手，通过选手去取得冠军之后呢，他们的名气也大涨了。在这之后呢，他们又研发出了一个当家的科技，叫做 Grit 缓震技术。98年的时候，正式把公司的名称从 AR Hyde and Sons 改名为 Sakuni。 先来看我手里的第一双鞋，这双鞋的名字叫做 Grit Web， 那它是诞生于2000年，也就是千禧年的一双鞋。大家看到这双鞋的样子呢，可能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双蛮普通的，把以前的鞋拿出来再造的感觉，但其实不是的。这双鞋的科技放在现在来讲，都是非常丰富的一个配置。那等我在上脚的时候给你们一一讲解一下。首先，这双鞋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稍微有点 chunky 的感觉，不是那么的灵活，有点寒的感觉。但其实上脚之后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的，它的脚感来得非常的灵活与贴脚。其实你可以在它鞋面前脸的位置看到这里有三个点，除了是它一个品牌标志性的设计点之外呢，这个位置其实是把鞋带的一部分系统包裹进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鞋舌的开口是非常低非常大的，鞋舌本身就已经裁掉变成一个 U 型的设计，然后再加上它的鞋帮位置也很低，这个鞋舌的位置包裹得非常紧，对我这种脚瘦的人来讲，穿进去呢我都能感觉到很明显的包裹感，而且我没有特意拉紧鞋带，就是收到的时候是怎样的我只是打结而已。那如果你的脚是比较肉比较壮的那种呢，可能这双鞋压脚背的感觉会过于明显了。我建议你如果对它感兴趣的话，试穿一下再决定是否要把它留下来。那这双鞋也配备了它的当家科技 Grit， 这双鞋的性能呢是远比它看上去的样子要强大的，你们可以在我实际的上脚画面中呢很明显的感受得到。在1991年，Sakuni的当家缓震科技 Grit 技术问世。那 Grit 的技术呢是一种可以将缓震与稳定性合二为一兼容的缓震技术，顾名思义 GRID Grit 就是隔网的意思。我手里的这一款 Grit Web 呢是诞生于2000年，从它的鞋身设计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千禧年的复古未来感。 Grit Web 呢有着当时最先进的 Grit 缓震科技以及压胶网面结构设计，同时做到了缓震轻量化和稳定性一体的高科技跑鞋。那么这双鞋在当年可以说是科技的一个巅峰之作了。这双鞋，我穿的 Grip Web 这双鞋呢，给我最大一个感受就是我在行走的时候感受到它前掌后掌在独立的工作，但同时呢，因为中底有一块非常大非常稳定的 TPU 作为一个连接前后掌与增强稳定性的存在，那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双鞋在缓震稳定性以及抓地力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在这双鞋上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Grid 这个科技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有双 End 和 Sakuni 的联名款白噪音，这款鞋的型号呢是 Grid 9000。那你可以在它的鞋底位置看到一个透明的视窗，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Grit 科技的一个形状，它就是这种隔网状的感觉。晚点再来讲这个。那么说完了这双 Grit Web 呢，我就再有另外一双鞋简单的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双 Jazz 系列的 Jazz 4000。还是先从鞋盒看起吧，可以从鞋盒上看到它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复古，很适合这双鞋的气质。那这双鞋呢是 Sakuni 比较出名的系列，叫做 Jazz 系列。那这个系列呢其实诞生于1981年，在 Sakuni 还没有研发出他自己当家科技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已经有在尝试去做一些不同的创新和改良。那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依然有着 Sakuni 非常鲜明的一个 S 造型的侧面 logo 以及三个点，三个圆点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河流中的石块，那 S 型就是一个河流的造型，也就是 Sakuni 这条河的样子吧，比较抽象一点，但是大概就是这一个寓意。包括你可以看到它两个点中间其实还有一条 S 型的缝线。那整双鞋的细节非常多，觉得要特别讲一下 Sakuni 的做工和他们的诚意，就你可以感受得到这双鞋单单说一点就是它的充棉量，从鞋舌包括鞋帮的位置鞋后跟这一整圈充棉量非常非常的厚非常的扎实，这两款鞋都是这样，很夸张，就还蛮对得起这个价格的。这双鞋的设计我很喜欢的一点，包括 Sakuni 所有的鞋型都有一个特点，就它鞋舌特别的长，然后穿上脚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弧线包裹着你的脚踝，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多复古跑鞋的一个灵魂，尤其是你配上束脚裤或者是一些好看的长袜，我觉得鞋舌的造型包括这整个鞋帮的形状呢会很提升整个鞋和上脚的一个感受一个观感。那这双鞋你别看它的样子好像鞋型也是憨憨圆圆的，
那其实它脚感穿进去呢，包裹性也非常的舒服，它有那种让你的脚陷进去的感觉。那并且它鞋楦其实来的还蛮修长的，如果你的脚也是那种比较肉比较壮的话，你可能要买大一码甚至一码半。那我这双呢是42，其实我觉得穿42.5都可以。那具体这双鞋的性能方面和一些上脚感受呢，你可以看我的上脚画面。Jazz 系列呢是萨克尼联手医学博士 Frank Santopietro 一起共同研发的一个鞋款，那可以说是萨克尼品牌里面经典中的一个经典。我手里这双 Jazz 4000型号呢，诞生于1992年，你可以从它的外观上可以看到它有着浓浓90年代的感觉，多种不同材质的物料组合而成的鞋面设计，加上一块整块的 XT600 型号的碳素橡胶外底，提供卓越的抓地力与耐磨的特性，整体的性能呢，可以说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和优秀的，保障了这双鞋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提供一个舒适稳定的脚感和结实耐用的性能。那么这双鞋呢，放在现今这时代来讲，依然是一双非常舒服、非常好走的日常生活向鞋款。那其实穿着它呢，会让我有种回到大学时候的感觉，非常悠哉悠哉。Anyway， 反正就是这双鞋呢，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舒服的，它有好的包裹感以及舒适稳定的脚感，同时呢，价格也不贵。觉得还蛮适合学生党，大家也可以在评论说出你对这双鞋的想法和一些感受，说不定。那么大家了解复古跑鞋这个文化呢，你一定知道欧洲一直是复古跑鞋的一个大本营，也是一众复古跑鞋的品牌想要做联名鞋款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我个人认为萨克尼他们在做联名这一方面的企划一直是有非常高的诚意度的，并且出来的作品呢也是少有的优秀。我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们看一看就明白了。2014年，萨克尼和 END 他们用 Shadow 5000这一个鞋型呢做了一个 Burger 的联名，也就是汉堡。我个人觉得这个联名非常有意思，很可爱的同时呢，可以把这个 Shadow 5000这个鞋型的颜色和它的材质体现的淋漓尽致。再过来15年呢，就是有这个白噪音，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还有一本 Sneaker Freaker 的这个杂志，他们在跑鞋尤其是复古跑鞋方面呢做的还是蛮精蛮深入的，那细节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白噪音这款鞋样子就是这样了，不要问我多少钱，不会卖的，当然这双鞋不是我的了，只是借来拍一下。那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这双鞋呢上面大概有一眼望上去就有4到5个不同材质去做一个拼接，有纯棉的棉布啊，有这种横条纹的比较粗针的一个像是尼龙面的感觉，那再有一个花纹比较细腻但是有这种雪花般效果的一个细腻一点的尼龙，或者说叫又类似于帆布的感觉。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粗毛呢，并且鞋底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明显有一个 Grit 科技的一个透视窗口，那这个应该也是 Grit 9000这个鞋型呢特有的一个特点。白噪音这个版本呢，它的鞋垫非常特别，就是我们看到电视雪花的造型呢，并且它的鞋垫的科技呢跟我手里的这款 Jazz 或者说叫 Grit Red 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它有另外加多一块乳胶在鞋垫下面，那整个脚感会提升非常明显。我个人觉得 Grit 系列里面的8500和9000都非常好看，那并且现在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查一下。这双鞋的鞋型上脚是很帅的，你可以看到鞋舌设计，就我刚刚讲的了，萨克尼一直以来一个特点就是它鞋舌非常的高，然后这个鞋舌是有点像是那种半一体化吧，就是它的中间呢有一侧是跟鞋整体连在一起，那另外一侧是分开的，这个也可以确保你上脚之后鞋舌不会歪的到处都是，可以保证这双鞋上脚之后的一个非常好看的效果。那么在白噪音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配备也出了一个红色的版本，就是红噪音了，并且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这是故事，当年在月球行走的第一位宇航员叫怀特，那他当时穿的鞋就是萨克尼提供的。在2014年呢 ，Extra Butter 这一个鞋店也跟萨克尼有一个联名，就是叫做 Ace。那他们是以一个宇航员的急救装或者叫逃生装吧为主题的一个鞋款，就是全橙色的，然后有一些灰色，还有反光银，那当然还有蓝色和星星，就是一些 NASA 宇宙星空的这种代表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双鞋的诚意也是非常十足，并且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这双鞋的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和效果。那过后呢，他们除了这双橙色版本之外，还有一双银灰色版本。那这双鞋的鞋型就不是 Grit 9000，而是 Shadow 6000了。那你可以更明显的看得到，有一些宇航员啊，包括月球的一些元素在这双鞋的上面。那么说到 Grit Web 呢，这双鞋除了你看到现在它的样子，它的颜色有好几个颜色可以选，那我就不在颜色这方面做建议了，大家见仁见智，各自有各自的喜好。但是我一定要提的一句呢，就是这款鞋其实在2019年呢跟 Kith 联名过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当时 Randy Fike 已经在他的社交媒体 po 过一个照片了。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奇怪，这是哪来的鞋，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好像很好穿的样子，并且
Kiss 做了一个非常统一的色调，全白加一点点渐变的色彩在 logo 上，那整体鞋型呢看上去的感觉非常的清新，非常夏日，我觉得也是很符合撞鞋的一个脚感定位吧，它就是一个非常贴脚轻便舒适，然后并且不会给你带来负担的这样一个存在。那除了这些球鞋店铺啊、创意媒体单位这些机构的联名之外呢，萨克尼自己也会出一些比较可爱的主题，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以食物为主题了，他们真的很可爱、比方说热狗啊、雪糕冰淇淋啊、拉面啊、早餐啊、太妃糖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总之我个人觉得萨克尼在做联名鞋款包括一些主题鞋款的时候呢，他们拿出的诚意都非常足，并且他们的作品拿出来质感等等都非常好，确实对于复古跑鞋的爱好者或者收藏家来讲呢是非常有价值。萨克尼这个品牌呢在回味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典鞋款同时呢，也依旧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研发一些当代科技的新款跑鞋，那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吧。他们有在现在的一些马拉松比赛中呢一直投入他们的研发与设计的精力去创造一款对他们来讲呢是自己的科技满配的一双鞋呢，就是 Endorphin。 这双鞋好像前一阵子才出吧，是一款面向专业马拉松跑者的鞋，那当然我个人不是这方面的目标消费人群了。那分享关于这么多萨克尼的故事，其实我个人也有一种非常感慨的感觉，就好像回到了大学生活一样，那时候看的鞋很多，买的鞋很少，萨克尼算是其中之一吧。那也很开心能收到萨克尼 Ceiling， 很荣幸能够在这里介绍给各位，那并且把我这份热情能够分享给你们，希望大家也都能感受到萨克尼的这一份诚意了。这双我会留下来，真的有点上头了，我会想要再去仔细感受一下它。至于说另外一双，不要说我不宠粉啊，老观众应该都懂应该怎么做了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呢，我建议你去随便翻翻我的过往的一些其他的视频，就应该知道怎么样一回事。请不要嫌弃我的原味，撞鞋是每码八号半，我觉得内长比较准啊，大概255到265之间，我觉得都可以穿到。欢迎大家热烈的评论留言，说一说你对这两双鞋，或者说萨克尼这个品牌，或者说是复古跑鞋的一个感想和感受，那也希望你们畅所欲言。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呢，记得给我一键三连。我是 Roc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那么其实我个人本来计划呢能在户外拍更多的一些好看的场景，好玩有意思的内容，那无奈这几天广东的天气真的就是强对流啊，好像是二级还是三级的强对流，基本上就是出个20分钟的太阳，然后下半个小时的暴雨，但是你是没有办法掌握它的规律的，所以搞得很头大，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了。这期影片内容呢可能并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预期效果，但是好玩的事情不怕做，留给以后慢慢做。刚刚话还没讲完吧，又下大雨了。